三二一，一二三，一二三。我的脑洞超级大，很多奇葩的想法。啊，我们的队伍就是一个青春活力，然后充满朝气的一个组合。然后我们主要的任务是唱跳。然后这个组合里边有三个人，是由我、管乐和于从建组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于从建，是十二星宿风之少年的成员，今年22岁。喂。起来啦！不能做火。大家好我是风少刘冉宁。大家好，我叫刘冉宁，今年17岁，是对你的快乐病毒，是一个17岁的健康少年。我想当明星。我们被抓包了。抓包什么鬼？你把眼罩揭开呀。噔噔，啊，我 surprise 发型一模一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风之少年管乐。大家好，我是十二星宿风之少年的队长管乐，小目标就是红遍大江南北。走啊，快走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十二星宿风之少年，我是管乐，我是于从建，我是刘冉宁。让我们跳脑洞吗？我们可能要站成一排跳。手指头画上笑脸，一对萌哒，表演的双人舞蹈有点浮夸，没想过这会暗示什么爱情，我也不懂啊。我说没看到过去你当笑话，我现在就给你证明，看着吧，看盼望光年之外仙女心绪，现在好吗？You ready? One, two, three, go! 好干啊！第一次见到队长的时候，觉得啊，队长好可爱，因为小小只的，对，帅啊！就是第一眼看他的时候。挺像陈冠希的，挺像陈冠希的。哎呀！我们接下来要去哪个行程吗？拍宣传照。大家吃饭了吗？没有吃饭。饿
饿吗？特别饿的人请举手。所以我们今天制作组为大家准备了午餐，但是这个午餐呢比较特别。来吧。啊，就选数字，然后就是相对应的饭优先选是吗？对。但是他不一定选到最好的。对，优不优先选是没那么重要啊。那随便啦，就是。来吧。石头剪刀布。好，我们。石头剪刀布。我要不要逆向思维呢？啊、万一对啊，万一对啊，那我来一个逆向思维吧。我选第三个。那我选第第几个？第二。第二个。啊！第一个是什么？给你一次选择，互换那个换的机会。嗯。好好考虑一下。那就第一吧。想要第二个。好，那现在公布答案。答案。看来没有逆向思维成功吗？早就该选第一个。好，接下来就是大家。这个坑很深啊。很深。咖啡。啊，好，谢谢。如果第一是最好的是这个级别，然后第二已经是这个级别，第三可能不会是什么好东西。你可以预想，一个饭团，面包，会有两个面包，是面包吗？只有一个饭团吗？啊是啊。可乐加饭团，谢谢可乐给你们喝吧。那你想喝咖啡吗？那我们换一下吧。我爱喝可乐。胡萝卜汁。我应该还蛮好喝的，养生。我宁愿喝矿泉水，但是没有矿泉水啊。那就要开动了，我们要挑一挑相机。互换，那你会不会太小？这个有没有用手抓吗？互换吧。怎么吃饭？看你的。是用手抓的，吃一块吧。我好像有看到他的叉，在哪？有吗？在会议室的时候，但是没拿走的吗？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拿走。就是他在的时候，我好像有看到他的叉。你刚才把就是倔强，那也不差，都可能是六零七。因为我不太喜欢吃这个，我不会是什么三分钟吃两个小时。真用手啊！我的闹钟超级大，很多奇葩的想法。